担心台风过境水库的水质会受到影响，有厨卫业者呢就嗅到了净水器的商机，抢先推出号称利用独家自动回冲滤芯技术，不用再频繁的更换滤芯，也能够提升口感。业者同时和连锁家电卖场举办试饮活动，邀请民众来体验。你好，这是净水。一口喝下超畅快，下秋两季台风多，连带影响水库水质，不少人担心健康，净水器成了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产品。自然的变迁啊，那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对于饮水健康越来越关注。那我们的 RO 滤芯呢，它可以做到十成膜，它可以做到更彻底的净化。对比以往净水器会堆积杂质，得频繁更换滤芯，这回标榜透过智能设定，可以定时自动让水回流冲洗滤芯，提升品质和口感。因为刚好最近其实水质台风天后水质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想说刚好看到这样的活动，就刚好来试饮看看，口感还不错，而且喝起来也蛮甘甜的。业者也特别和连锁家电卖场合作，举办试饮抽奖活动。家电还是着眼于厨房家电以及相关除旧布新的部分，这都是今年的 Q4 到明年 Q1 主要的销售动能的商品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装修旺季，除为业者和卖场通通准备好要抢攻市场大饼。记者曹慧蒋慕雨新北报道。